大家好，今天的中国语基础与语法训练中，我们对不是说这个短语进行理解和活用。不是说，不是说是短语。短语는구혹은합성단어를말합니다합성두개이상의단어가결합된단어를短语라고합니다중국에서는短语짧은짧은글이란뜻입니다구혹은합성단어그럼우리不是说이단어를이글자로부터이해할때는不是说한가말하지않았다지요不是说그러나일단이게한개단어로되었을때는이런뜻으로이해합니다앞에동사가있고뭐무슨사건이있고이라고말하지않았는가혹은어쩌지말이있지않는가그러니까앞에꼭무슨사실이거나무엇이있어야합니다그러나중국어에서는먼저不是说하고뒤에그사실을설명합니다그럼예를봅시다不是说这科研项目靠边站了吗不是说这科研项目靠边站了吗그럼여기에서不是说하는不是说무엇을말했는가这科研项目靠边站了吗이과학실험연구과제는보류된것이아닌가그러지만한쪽으로밀쳐놓지않았는가이것을지금고려하지않고한쪽으로밀쳐놓고다른것을할때커피할짠합니다그런가전반이연구학문과학연구프로젝트가이렇게방치됐다는뜻입니다이사실을말하지않았던가하는뜻입니다不是说하고말한것을구체적으로설명해주었습니다不是说这科研项目就靠边站了吗그다음두번째로不是常言不是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吗일반적으로이렇게우리두문장으로다막아있죠그랬지않았던가물음이말이죠설문반문입니다뭐랬지不是说그러니까常言은속담을말합니다사람들이늘하는말을常言이랍니다天下无难事전하에는无难事그러니까바쁜일이없지않다하는뜻이죠只怕有心人마음이있는사람이이게달랬다하는뜻인데요우리말로보내가면뜻이있는자는마침내성사한다는뜻입니다그러니까일단마음만가지면세상에어려운일이없다는뜻입니다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怕有心人이거많이쓰는말이죠그래요우리不是说这个词语呢우리많이말한다이미어떤사실이나어떤일이벌어졌거나어떤말을했을때그것을다시반복하여말할때不是说예를들면不是说你回家了吗보시오不是说你回家了吗네가집으로갔다고말하지않았어그러니까이미이런사실이있는것을다시반복해서말할때긍정할때不是说이단어를활용하면되겠습니다好那么今天的中国语基础与语法训练到此为止下次再见